我是 Win。Sorry， 我是 Win。好，在开始之前呢，请大家留意一下，把你们的麦mute 掉，谢谢。好，我是 Win， 今天由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两瓶精油的那一个用法还有功效。OK， 今天公司推出的 BOGO 是 Deep Blue 精油还有 Deep Blue Rub。那这两瓶精油呢，它号称是疼痛的克星，就是它对于疼痛，几乎是所有的疼痛都可以用这一瓶精油。那 Deep Blue 舒缓复方精油呢，它就可以帮助我们减缓发炎哦，减缓疼痛，还有减缓酸痛。那它里面呢就含有冬青、樟脑树、薄荷、蓝艾菊、德国洋甘菊、永久花和桂花。那这些精油呢都有止痛啊、消炎啊、缓解肌肉僵硬啊，还有就是去除那个瘀伤淤青啊，改善我们的循环系统的作用。那它可以帮助我们舒缓我们的肌肉骨骼的疲劳啊、疼痛啊，像是我们的肩颈疲劳、腰酸背痛啊，还有各种肌肉还有关节的疼痛。那对于喜欢运动的朋友我们可以在运动前，就是提前啊，在比如说像是比较容易疲劳和损伤的地方，像是我们的膝盖啊、腰啊、大腿啊，那这些地方呢都涂上 Deep Blue。 还有就是在运动后呢，也是可以在这些地方，就是你的肌肉疲劳啊、酸痛啊，还是关节紧张的地方呢，都涂上 Deep Blue 来进行一个放松。那我们也可以搭配 Frankincense 一起使用，就是在运动过后搭配 Frankincense 和 Deep Blue 一起使用。那 Frankincense 呢就是可以帮助我们修复嘛，因为我们在运动的时候肌肉会撕裂，那这时候呢 Frankincense 就可以起到修复肌肉的作用。然后 Deep Blue 呢在这一边呢就会起到一个舒缓，还有帮助我们可以快速的代谢掉我们运动所产生的乳酸，还有就是可以帮助我们预防还有减轻肌肉的酸痛。再来就是呢，好像家里老人家还是上了年纪的，经常不是会这一边痛那边痛啊，全身痛啊，有些会有肩周炎啊、关节炎啊，那我们都可以使用 Deep Blue 咯，还有搭配一些疼痛的精油，比如说像是Wintergreen 啊、Aroma Touch 啊、Peppermint 啊，这一些精油一起使用。还有就是那一些长时间坐在办公室做工的朋友，长时间要对着电脑打字的，那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像肩膀啊会很不舒服，会很像很紧这样子啊，很重啊，那我们也可以用 Deep Blue 涂在我们的肩颈的部位，还有就是我们的手指还有手腕的部位，来做一个舒缓，做一个放松。那除此之外呢，对于那些撞伤淤青我们也可以使用 Deep Blue 来帮助我们的血液的一个流动。再来呢就是小孩子生长痛，就是小孩子在发育的时候会跟你讲说他手痛还是脚痛，那我们可以用 Deep Blue 咯，还有搭配像是 Siberian Fir 啊、Aroma Touch 啊、Lavender 啊，帮小朋友涂在他的腿涂在他的手，就是疼痛的地方，来舒缓就是因为生长刺激而产生的疼痛。再来呢就是像是女性朋友，有些女性朋友会有经前症候群，就是叫 PMS 来月经之前会有很多症状不舒服，甚至是来月经的时候会有经痛，我们都可以用 Deep Blue 来舒缓。那像我自己呢，有时候经痛啊，很痛啊，痛到那些好像不能站起来的那种痛啊，我都会用 Deep Blue 哦，然后涂在我的下腹咯，来做一个舒缓，然后它冰冰凉凉。冰冰凉凉的就会 feel 到这样痛啊，会 feel 到那种这样抽筋的痛啊。还有刚才讲到的运动啊，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运动过度啊，甚至是好像有时我们走太多啊，会觉得你的膝盖
膝关节啊很紧绷啊、很卡，有紧紧的这样子的感觉的。我们也可以用 Deep Blue 然后做一个热敷来帮助促进我们的血液的流动咯。除此之外它还可以帮助我们促进我们健康的免疫力。那如果是有泡澡的朋友呢，就是也可以在泡澡的时候加上 Deep Blue 它可以帮助我们的那个肌肉疲劳啊，还有我们身体的放松啊，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。就是总而言之就是呢，只要有关于到疼痛啊、酸痛啊、肌肉紧绷啊，我们都可以用 Deep Blue 来做一个舒缓。那除了讲到疼痛的一个舒缓以外呢，Deep Blue 呢它里面就含有那个蓝艾菊啊、永久花这些成分嘛。那如果我们经常使用的话呢，它可以长期的促进我们的肌肉我们的关节还有我们的骨骼的健康。OK， 那为了方便使用呢，公司也推出了你可以看到图上面的右左边的这一个 Deep Blue Rub。 那这一支 Deep Blue Rub 呢是不需要稀释哦，就可以直接涂抹了的。所以像有外出的朋友啊，这一瓶 Deep Blue Rub 是非常方便的，就是你直接打开就可以使用了。那这一支 Deep Blue Rub 呢里面就含有一瓶 5ml 的 Deep Blue 精油哦，所以哦使用起来它的效果也是一样非常的棒的。我的这一个分享呢，就是它的精油的作用的分享就到这边。那我要分享一下，就是我爸爸最近使用了很多这个 Deep Blue Rub， 因为他讲他手痛抬不起来，然后还有他的手肘也痛，就是他有去按摩了也没有得到很好的那一个改善啊。如果他没有去他就痛了，所以最近我就一直帮他用 Deep Blue Rub 咯，还有 Wintergreen 还有那个 Marjoram 帮他做一个涂抹，没有做就是没有按那就是涂罢了。然后涂了两三天，一天只涂一次啦，涂了两三天他就讲说哎，他已经好了八九十 percent 好了，剩下一点点罢了。然后他每天很准时的都会叫我帮他涂，他也就坐在那边等我了，时间到他就坐在那边等我，叫我要帮他涂 Deep Blue 啊，涂就是涂在他的手啊，他的那一个 shoulder 啊、肩膀啊、肩颈的位置。所以这一瓶精油它的用处真的是非常大，还有很多很多用处，像是比如说头痛头痛的话我们也可以把用 Deep Blue Rub 来做一个头疗搭配像 Frankincense Peppermint 这些精油来做一个头疗。还有就是有些人有妈妈手的也是可以拿来做舒缓。 OK， 我的分享就到这一边，大家有什么疑问吗？可以打开麦或是在 chat box 那边提问。我看一下，好，那 BOGO 还没有结束哦，明天到星期五还有 BOGO， 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么棒的一个优惠。这个是今年最后一次 BOGO 了，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囤油，不叫囤油了，就是用比较优惠的方式来买到自己喜欢的精油。那大家没有疑问的话，我们今天就到这一边咯。好，谢谢大家。